先试镜头。八拍好，不用啦，多拍几个。不要不要，多拍几个那个拍子就好了啊，你的拍子算了，跟他拍子算了。不要，我刚我的意思是说这样子，然后出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就走了。可以一个人这样子嘛？对不对？我就经过这个。两个，快两个。对啊，就一个人。你一个人包就好。我要不要？我要一个帽，我跳完了。哪里跳完了？还没拍啦。嗯，已经好，已经来在拍了。我拿在绿那个垃圾桶要不要拿走？那垃圾桶在现在哈。对。走。对，要讲，你先把场先清好。洗洗电动再进。水花过，啪一下哦，那不一样，那就很精彩，就刚才拍一个，那个水花要出来哦，我这还有谁？主任，没有，听到了，听到了，你现在才开门，因为人家股票，人工刚才一种艺术创作了，对，也很会现场利用哦，这厉害，对。对啊，当然会啊！哎，你们在这边就知道里面有一些细节的东西啊，哎，要播听真是吧？加油！我们一边吵，一边有男的，那边的主持人没有拍宋老师啊？我刚他太快了，我已经错过了。啊，男生来，没关系，他有上。男生来，来坐起来，阴阳相辅。对啊，男生也来一下。阿海老师。男生秀一下，
车经过，他跳了一下之后，然后不要讲话，这个放框了哈。所以还要东方嘛？不要讲。哎呀，一个配乐就不好。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好好，可以的吧？可以啊，还两个配乐。等一下，我有音乐。还有音乐，还有音乐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我已经要出去了。要给你 fuse。我再一次，我给你来一点。要有音乐吗？没有，没有架，你这样子跳一下。没有，这是要配国老师的那个。老师要求的。中国舞又来了，毙了。老师要求的，他管。我跳完了啦。等我一下。老师要求你换个衣服再去跳一下。海爷，海爷啦！不然抢我们的镜头。你要讲你是当地人的那个，你路人甲。海爷，你的海爷只要相信，只要比一下就好了。比一下。哎，就是朝着那个太阳的那个方向啊，就是有一个那个。啊，我们是技师就对了。就是开场啊，开场的时候。对不对？就是那样开场，哎。你要讲中中国人，然后你要讲上。不用，我上面就写了金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嗯，好。还没耶，可以。来，放下一次。还有音乐的，有音乐的。有音乐的，一个礼拜有音乐的。老板说再一次，你这个再来一次，给你一个话。不好意思，这边有个镜头。对，一边跳。老板是跳阿达索的。最近进过来，哇，是耶！今天你呢，一点鬼也没来，阿弟来了，紧张。粉丝才收得到。我没。可以吗？预备。其他出了这么方框就不好玩了啊！对，音乐还没出来，先等一下，我有话筒。那要换你有两个人跳才行啊！换一张椅，你在这边啊？这没有一张椅子，一个门，两个人。不要讲话了啦，开始了，真的开始了，再说一个，开始。Thank you.
哎耶，打到三结束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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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用肢体动作加音乐，就美感出来了。太棒了！谢谢谢谢。哎，真的太棒了！哎，老天爷加加油！加油！老天爷加油！老板，那有什么问题？对不对？自己开吗？对，啊，你自己开啊！但是下次不要自己一个人来，带团来哦。开到哪里去了？开到，这个时候真好。另外一条路，这一次走的，哎，怎么开到往我们水头的方向去的？然后我又开回来。去看荷叶罗。对啊。还可以绕到我们的民宿，我们另外还有个民宿在荷叶罗那附近。然后荷叶罗看过了。